顶礼拜我讲到如实之见哈，如实之见哈，啊，这如实之见就是我都了解个人的心，啊，个三世的因果，所以一般都是有修正的人才有辦法知道到那麼深，哦，而且要我都如实之见的人就要次第断这个我见，哦，其实会有我见都也是 不了空来，一般用咱的肉眼吼，常常拢会产生吼错误的迄个眼见吼，拢拢用肉眼见吼。比如说，比如讲我甲一条纸吼，爱用火甲烧去吼，啊烧去了后，可能到尾啊连咧。那温度足高的时阵，可能连火都要化不去，都化到空气无去啊！哈，啊，你也刚刚讲，哎，是不是物件本来是有，都要变无去啊？啊，其实吼，伊根本都无消失去，伊甲转一个心态无去尔。啊，你感觉伊无去，其实伊是空气，只是咱的肉眼看袂到。啊，你就感觉伊无去啊！所以咱的这个业报的五根吼，常常拢会以咱的可接受的频率来感觉伊有，啊，接受不到的人就讲伊无。安尼时，你有一个错误的迄个感官上的认知吼，那不是？感觉伊有，啊，你就感觉伊欢喜吼。啊，若伊消失去，你就开始心内开始感觉，敢那无去啊吼，会艰苦吼。咱的亲朋嘛是安尼吼，有那时伊滴的时，咱就感觉伊滴的吼。啊，若往生，伊都感觉伊无去啊。其实伊到无去，无嘛吼。但是咱拢以咱的五根吼，来判断它的有无啊，啊，就会起一个常见甲断见啊。所以一般若感觉有的时阵，伊拢会起常见。啊，无去啊，是断见啊，就跟他消失去啊，是断见。但是这款的两边上拢不应该执着的啊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
咱表面是看这世间的烦恼，敢那拢有滴的吼，沉的是敢那拢有滴的感觉吼，这嘛是一款错觉啊。你感觉这世间甲生有足侪足侪物件滴的吼，哇，形形色色啊。哎，这我都引诱你来去，吼，你也感觉哇，这物件足侪，哎，引诱你去吼，去抓取它。但是吼，咱的心内拢无迄个。一块体悟是啥？感觉已是无常、哦、所以特别做你感觉有的时阵，就起常，常见希望伊一直滴的，而且可以让我拥有。啊，嘿，一款可以让我拥有一款心态的心我给啊。啊、哦，生命快乐我给呢，可以有我跟我所、哦、的能所心态哈、哦，那些能所。T 姐，我可以拥有能所心态哈。那来，唔知这个道理，咱常常揢着咱爱物件，咱心足欢喜的吼。比如讲，哎、欸，当然人，那看到钱吼，哇，那眼睛都我一下子都哇发亮哈。啊，现在一下子有很强的发亮的感觉咧，这个无始劫以来，咱的战士来咧经济吼，看到迄个物件。袂介意，哦啊，咱的心内吼完全无迄个这个无常的感觉啊、哦，你一直袂感觉这是无常的感觉，袂刻意的欢喜啊吼，哦啊，修行就是要修到你刻着这个心，你袂欢喜，哦啊无你讲哎、欸、要证空性，要证空性是到底是要哪证空性啊？当你刻着未欢喜啊，不想拥有的时阵，迄毋知是算有真空性的意思啊。这样是，这样是你即马感觉安尼，伊就真正会现安尼出来，毋是？你即马想安尼，就下一刹那看到你个灯吼。哦、所以吼、哦，要会当练家讲，哎、欸，刻着未欢喜，哇，这是爱练偌久吼、哦？你想爱练偌久？所以有的人吼，即马外口有足侪禅吼，人伊遐咧讲遐禅，咧讲遐禅，结果真正禅吼是啊，即无始累积来才发大啦。你想看卖阿赖耶识内底吼，真若无数世累积好几世，那我都一看到讲袂断。所以这样累积偌久呢？吼，啊！但是讲实在，要我都看到迄未讲的起这我跟我所的，迄若无用禅定的功夫，真正是偌多啦。所以我那时爱较讲吼，修炼禅定，差我多吼，差我多明见，迄观察力才会强，啊，无迄无明业较重。那我都一下子讲看的看，所以这我这面部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但是只是讲，哎、欸，咱没有证空性以前吼，咱至少要了解伊的道理到底是咧讲啥，安尼咱唔才有一个目标啊，吼、哦，是啦，爱听佛法，等于讲听过人吼，咱对第一有一个目标。有一个目标的时候，你才知道要怎调整啊。啊，无你若讲啊，对究竟拢无一个目标，啊，你嘛唔知要怎调整你的心态啊，吼、哦。哦，因为这遐久长的代志，遐无到一世就知影，啊，所以说唔免先爱把目标先看清楚再来行，吼、哦。所以，这是。现在一切法一定要以无常为因，因为你若无以无常为因，伊根本就没有变化，没有变化，那我这世间的一切法无啊嘛。
正常我无讲讲吼，都是空性了，我都我性空，性空才有办法缘起，这咪空性啦，空性。或无自信，才有法度种种变化。啊，所以你很不是看到的所有物件，你感觉伫咧，你拢爱感觉迄是无常。因为啊，因为伊来自于这个因呐。所以即摆咱都爱训练啊，训练讲，你一看到物件，顺你都爱想着讲因，马上有这个反应啊，袂使有这款。伊敢若会有啊，而且一直滴个感觉，未使安尼，安尼吼，你要练空性咯，无都练得出来，吼、哦，安尼了解吧吼、哦，这观法呢，毗婆舍那的观法吼，每、哦、看到这外口什么款情形，什么想爱用这个反应，以这为因。伊呐，毋是有这为因，就是常啊，常就是有自信，毋是空性。啊，有自信毋是空性的时候，伊绝对没有变化。但是毋是啊，就是有变化，毋只有种种的法。无变化都永远都按定型啊，都未变化。啊，但是你要看这世间的物件，哪有一项未变化？人都会变老去，哪有任何物件未变化？啊，这。刀仔烧咧嘛无去啊，那有咧袂变化，都无像物件袂变化。哦，啊，原来就是会变化，毋只有种种物件，袂变化你那我都看到种种物件，对无？毋只讲火烧伊会变空气，啊空气佫变透过某种因缘会当佫做出一张纸出来，毋只有这物件。那毋是讲会变化啊，纸是咪呾做出来？所以以后爱训练吼，每看到什么物件，你都爱感觉还是无常。啊，你若感觉无常的时候，你就袂着想，袂着想了，你就心到我就进入空性。好、哦，所以，所以这款的感觉就是讲，咱以上来讲啊，有的。有的相反像是不是？红色的相反是啥？啊，有的相反是啥？啊，就是灰油嘛。好，啊，再来，啊，那咧有的相反就是啥？不是油啊。有的相反就是。我想想问是油还是废物？废物。对了，安尼讲卡。哦，是，这是卡，要哪讲？卡明确两边想啊，其实吼，话不是干那安尼尔，话不是干安尼尔。因为又做。这两款是不是相等呢？油跟废物是不是相等呢？非相等，非不相等。我断了，我稍等下讲这道理给你听。反正。有相的物件，绝对是虚妄的啦。咱了解这就好了。好，那